哦，佫有无来哦？我实在足烦恼因倒，加早还佫甜嘞。拜托诶，有 Vito 跟羽柔入骨经营啊，现在业绩也超好的。真的假的？你说的蛮真的。嗯。等下。 不准插！恁两个吼，背着我们大家安尼偷来暗器，恁面的吼，遐唇印就是最好的呈堂证供，唔准你消灭证据。说，何时开始？怎么开始？是谁先开始？我先说子健的。嗯。 直接先选我。哎，您今晚你能冲啥？唱双簧啊？什么人先喜欢谁？什么人先爱上谁？都搞不清楚啊！明明就是你先喜欢我的，你在公聊的时候不是先偷亲我了吗？啊！你偷亲我女儿？秋阿姨，我这点要澄清一下，她那时候清醒的，而且她也没有反对。这么说起来，在那之前你常常对我拳打脚踢、乱发脾气，人家说打事情骂事爱。 哎，应该是你先喜欢我的吧？那是因为你嘴很贱，好不好？而且如果真的像你说什么打事情骂事爱的话，你一直找我吵架，不就代表你喜欢我吗？但是第一次的时候你帮我洗脸，而且又亲我的脸色一角，哎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也用啤酒泼了我一身，好吗？哦，所以你们第一次见面就一见钟情吗？我们是一见钟情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喂。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来跟我讲讲的呀，不然我要生气了哦。就是怕你们生气，所以不敢讲。所以你为了他拒绝 Vito， 你为了他拒绝这么优秀的 Vito， 哎，等下秋月。 你这句话怪怪哦，哈！你查某囝为了阮子健拒绝那么优秀的 Vito， 啊，意思是讲阮子健很差就对啦。拜托诶，你要看，你生做遐尼啊缘投，可是咖啡天才，未来潜力股呢是不难办。但是 Vito 是现成的金庸股啊，而且人家在国外哦，咖啡事业做得那么大，又长得那么帅。拜托，你这看官无看家，个性个起码袂改哦，啊，搁有。 恁查某囝哦，完全去顶着你啊，性地歹啦！你甲看阮子健遐尼悬，伊遐尼矮，对无？哎，要烧金毛嘛真袂着，迄都爱坐咧才真袂着呢。啊，玉柔，你去阮卤味摊打工的时阵吼，吼，一个来就甲我惊死偌济人客呢。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玉柔去卤味摊打工？ 玉柔啊，你什么时候去卤味摊打工？我不知道哈。那是因为我们希望让彼此多接近彼此的妈妈，想说让你们多了解我们，喜欢我们，这样以后坦白恋情的时候，人比较能接受。子健不是也去咖啡园泡咖啡给你跟安娜阿姨喝吗？哦，所以他想博得我好感。 就用水泼的我一身湿了哈！啊，哎，子健，你是不是也跟妈一样，听不下秋月阿姨说的每一句话，所以故意泼她身，全身都湿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啦。
我真的是不小心的。总之，我和雨柔拟定的策略，最后都很失败。我们真的是怕你们会生气，但是我们真的很相爱，希望你们两个可以成全我们。就这样，需要严肃的讨论一下。给我们五分钟，我们需要严肃的讨论一下。TVBS 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家有喜事》第3季，守住爱情。